含交往的男学生失踪三天，水南乡国中女学生遗体六号上午伫云嘉大桥出口一公里被警消发现，和当台好消息的家属心疼万岁。我们的橡皮艇哈、哦，同事在巡视，大约在十点左右、啊、发现那个溺者、啊、那就召集警力消同仁，帮他用那个丝带帮他打到上岸。那距离那个男生捞到的地方大概有多远？大概六七百公尺吧。水南乡这两名男女高中生相差一年级是假第一乱，意思因为交往受到家长阻止，三号下晡两人骑车被小酒出去就无个回来。当学生二退五号被人发现，伫北港溪交清单，师长才知影两人可能为感情来投河。学校辅导就希望他们，因为他们第一个不同班。所以学校的导师就是说，希望他们还是有跟他们辅导，说希望他们还是在以功课为重，哦，朋友等到他们将来比较长大一点，比较成年以后，他们要在交往的时候，他们再去决定。那我们老师也都有跟家长通知，让他们家长也知道说，小孩子好像在交往当中，请他们当然也要留意一下。家长是反对的，但是他们就是说还，其实他们也没有说很在一起啦。只是就是说变成说现在学生他们有在交往这样而已。让学生长期好好甲对恋人真好，传出不幸的消息，真侪朋友拢到伊 Facebook 留言。如学生到顶要被送出去的礼物，更加和同学看个真唔敢拢抱做伙流目屎。都唔管他平常都利用课余时间还去打工，哎呀、啊，所以他班上人员都很好。那发生这种事情，哦，大家同学都很伤心啊，哎。因为两人在学校表现真好，会为感情来想不开，学校师长拢想不到，两条这么漂亮的生命都安尼白白无去，也让校长受到失职处分被调职。警校也呼吁大家，生命可贵，唔通一时想不开，用其他方式伤害爱你的亲人。记者李克森，差不多。